复兴湖南镇西江十九号伫龙时节日举办建庙工程周年仪式。湖南镇西江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，信众是出钱出力筹建新庙。县长吴明国是特别前来主持周年仪式，众人诚心祝福周年仪式圆满顺利。在众人的祝福之下，周年仪式是顺利佮圆满。湖南镇西江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，即个伫信众大家做伙出钱出力之下，准备要来起神庙。除了感谢神明平常时的保庇以外，嘛予更加侪人来感受神温。咱湖南镇西江自咱民国1807年开始啊，就来兴建啊，兴建呢的过程呢风风雨雨啊，受着咱。全国所有咱的遮十方的即个神圣大德，甲咱支持，吼、哦！啊，今日呢也非常欢喜啦，吼、哦！来完成着即个上梁的仪式。即、這个庙要用的资金哦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多，哦，在这预算哦，是大概是咱代表大概在需要在8000万左右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基本的开销啦，吼、哦！算算的这开销，可能应该要破亿啦，吼、哦！那为什么会来去这个庙呢？这个庙呢，本来呢，是一个咱这个老家的一个家神啦。啊，因为伊的神威显赫，来帮助着非常非常多，吼、哦，有求必应，来帮助非常多的人。所以呢，在呢所有不管是头家人、新路人、大家呢，拢呢会使讲是呢，有来咧出来，有钱出钱，吼、哦，共同大家来发心，才来去到这间的庙安尼。活动当中，除了庙方人员以外，现场嘛来真侪贵宾、民意代表、甲虔诚的信众为活动献上祝福。这嘛看得出来，镇西江伫信众心中崇高的地位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